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又嚟到我哋嘅 Mixolydian 嘅 Part Two 啦。Before 我哋睇 exercise 咧，所有嘢都有 notes 噶啦，你要 check 翻去我 Facebook 或者 MIUI 嘅 Tommy Hill Guitar Workshop 噶啦。好啦 ，Mixolydian mode，当然如果我讲紧 C Mixolydian 嘅咧，你会知道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五、六、降七，哇！呢個 dominant seventh scale Mixolydian mode，whatever 你點叫，佢都擁有一個啦 major scale with flat 七。我係故意咧安排咗咧啲音咧喺第二線全部，因為 C 嘛。咁當然我哋睇緊一個 C seventh chord。 但係，咦？我將個二音打咗喺頂咯，跟三音、四音、個五音、冇個六音、個 flat 七音，同埋個 root。嗱，我被逼要將個 root 等咗喺第一線，一齊八格。 咁你睇到咧就喂，呢啲咩 chord 嚟嘅？其實咧，當你認識每一個 scale 嘅時咧，除咗佢本身嘅 harmony 之外咧，當你認識個 chord 嘅咧，你都可以由佢個 chord scale 咧睇到佢嘅所有嘅 extension。嗱，唔會亂嘅呢樣嘢，因為 C seven 永遠都係 C seven 嘅嚟。但係當你等咗個二喺頂咧，呢個就 C 九。 咁我當然彈緊 C 十一，因為我連咗個四都彈埋到，我一隻手指扮過曬第三格，我擁有 C F B flat D 呢個叫我叫 C 十一。咁當我咧將我第三粒音 E 音，我哋又翻返 C seven， 而第四粒音十一。嗱，你見我轉咗咁法嘅。 我咧係用咗第六線嘅根音嘅 C 咧，用個 B flat triad， 其實係個 C 十一。跟住咧，我將個 G 等喺頂，冇 root 嘅呢個。你話我呢個咪 E minor seven flat fifth？對唔住，如果個 base 係 C 嘅話咧，呢個係 C 九嚟。OK， 跟住我將個六等喺頂 ，obvious 呢個 C 十三。 佢話啊，用嚟做咩㗎？所以當我有一個好清晰嘅 baseline 嘅時候咧，呢度咧就係我幫人伴奏嘅時候咧，點樣去美化一個 chord 㗎啦？聽下，好嗎？C 嘅 pattern 好簡單，我用咗 C seven、C 十一、C seven、C 十一，翻轉頭。 再高啲咯喎，我由 C 九、十三、C seven、C 十一，好啦。我做嘅乜嘢？八 chord 嘅 C seven，十三、九、十一 ，C seven，C 十一。OK， 嗱，以上咧，我相信係好多個可能。咁你話喂喂，我學咗呢啲嘢。
係咪真係喺音樂上用得到咧？嗱，咁咧，我相信咧就要睇下你哋嘅節奏感同你哋嘅智慧啦。因為咧好多嘢學咗咧係需要咧你去運用佢出嚟嘅。當然你話喂 ，Don Minute Seven 好多歌都有嘅喎。嗱，首先第一樣嘢，我想喺呢度咧，真係咧解釋咗呢樣嘢先，就係、是、個 extension chord extension 個 harmony。你聽到咧，我咧就係好熟一個 seven chord， 某堆嘢係全部有曬嘅啦。咁係咪練得曬嘅咧？嗱，我建議你哋，譬如你話喂，我成日彈 A blues good， 好啦，嗱，我拎走咗呢樣嘢先。嗱，我 A blues 嗱 ，1 2 3。嗱，我唔轉去 D 住，你聽到個 shuffle 節奏，人哋彈緊 A7。嗱，你可以咧喺佢後面咧加呢啲嘢，我建議嘅啫。如你要自己去判決係咪好聽，注意。睇到咧，喂，佢四個包轉噶咯，咁你可以改變噶嘛？咁當然你一路學落去，你發覺咧，可能有好多叫 outer chord 啦 ，extension、outer tension。咁但係咧，記住金堂，我哋講緊係 C Mixolydian 嘅所有 chord 嘅聲，咁就話，咁就係咪諗都係 C7 啦、C11 啦、C9 啊、C13 啱？但係你聯想翻嚟。Dorian 的時候，你睇 A-11 6 其實同樣情況之下咧，每一個 mode， 每一個相關的 chord， 我哋都可以 extend。但係要緊幾樣嘢就係，我哋有個 system 去跟 Dorian。當然是第二度第二個骨，原來可以 extend 咁多 ，Lydian 又可以 extend 咁多 ，Ionian 又可以，而去到 Mixo 咧，你又好清晰，又睇一次，咁即係話，喂，點解你冇派到 Lydian 或者誒，唔係咁快，即係可以，我驚太多 looks 好 overwhelm， 因為 minor 咧其實我齊曬嘅，咁咧我會喺另外一組講 minor 講 rhythm 嗰陣時咧。我會再一次咧，會喺嗰度再提一次就話，你睇下所有 minor 9啦、minor 6啦、minor 11、minor 13齊曬嘅金堂，因為我哋講緊 mixo， 我係借 mixolydian 嚟開咗呢樣嘢。嗱，我開始咧再試一個 rhythm 啦嘛。嗱，你話喂，咁流行曲 OK， 流行曲啊 ，251， 嗱 1 2 3 4。D minor G7， 喂，咁短，用得幾多咧？我試下 D Dorian。在僅有的空間裏面用了個 G9 借了個 neighborhood 13 7。 那個奧妙和個關鍵在哪裡呢？個重點就是說，原來就算你只有四拍，你如果在僅有的空間裏面能夠發揮到這個旋律感咧，
你作為一個咧喺編曲上高咧，喺應用上高咧，你已經係將嗰一個班美化咗嘅。嗰、那個班除非個領班或者個 client 話誒唔好搞震，但係咧喺樂理上高咧，你知道咧，只要你咧有乜能力，有個空間，你絕對可以加。當然加唔曬頭先個七個 chord 啦，嚇、啊、咁但係加曬咧，我覺得都未必好聽嘅，因為得四拍咧。你只可能喺個短距離裏邊咧做嘢嘅，我再試多次啊！嗱 ，D minor 我加你啦。嗱，喂，你搞咗乜嘢？D minor 我聽第十格，第六弦近音，所以 minor 啦。我聽 D minor 第四弦近音嗰啲啦。D minor 十一 ，G seven 我聽緊第五弦近音。我係彈緊 G 九 ，G 十一。G 十三，順理成章還原。嗱，當然我哋唔係第一時間可以加咁多嘢，你係要慢慢去熟習。所以我再一次，唔好心急，因為我哋可能喺 minor 咧，我哋會再講嘅，會再講呢啲 chord 嘅 extension。所以個重點咧，我哋仲係翻去 mixo， 你聽。既然個 G， 我哋有第五格。第三格第六弦根音，你聽下咯。個G當然有第五格嘅根音，我用緊喺第五弦、第六弦 ，sorry， 喺第六弦根音 G， 我用咗 G 九。G 十三 ，seven， 還原。而咧，我喺第五線根音，即係第十格嘅 G 7，我用咗 G 九，十三，還原 C。嗱，好清晰睇到啦，啱啱個節奏同空間。是容許我做呢啲嘢，所以我才做嘅啫。如果唔係，我唔做噶啦。咁所以咧，留意發上去嘅 notes， 嗰七粒音、嗰七個聲部咧，係齊曬俾你嘅。係唯一一個就係、是、如果你留意 C 十一，只要你手指尾加咗喺第一線第五格，哇！呢、這個咧就十三嚟啦。嗱，冇人咁用嘅 C 十一十三，叫十三十 four 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呢個係 C 九加個手指尾，係呢個形狀。OK， 咁呢個係 notes 唯一係奉獻，因為佢嘅 notes 係 C 十一嚟嘅。咁加手指尾，呢個就十三。OK， 好啦，你要留呢樣嘅，好啦。我哋加多一個 phrase， 其實嗱講少少歷史，我哋翻翻個 shuffle 嘅節奏先啦。shuffle 節奏點解咧？原來咧 ，Mixolydian 咧係一個叫 bluesy 嘅一個 quality。嗱，千祈唔好誤會。我有個學生同我講，我練咗 Mixolydian， 我翻嚟彈咗個 A 嘅十二加八 blues， 個 mixo 唔好聽嘅喎。如果你將 A blues 嗰三個和弦全部用曬 A mixo 咧，你係會炒嘅，因為咧，既然你已經咁 detail 係 A seven 用 A mixo 啦，咁下一個四 chord D seven 你應該轉去 D mixo， 咁咧 E seven 又用咗 E mixo 啦，理論上佢係一個 dominant seven。我哋暫時唯一嘅選擇一定係 mixo 噶啦，但係 E7 喺一個五分一嘅時候咧，
當然你好多唔同 outer scale 咧、diminish 啦，甚至 whole tone、augmented scale 都可以用。如果你識得點用嘅話，呢、這個就係課程嘅重點，就係話我哋 at least 有個方法去教你點用。好啦，啊點用？第一句 mixo， 我哋帶翻出一個1930年代嘅一個好 bluesy 嘅 phrase。好啦。點解突然間要講1930年咧？有咩發生呢？其實1930年咧，係我相信係 jazz 同 blues 咧，係真係坐低握個手嘅年代嚟嘅啦。亦都咧係咧呢隻牌子嘅吉他咧，呢隻牌子嘅吉他咧，喺1930年咧研發咗呢樣嘢咧，就係幫嗰啲好大支嘅 jazz 吉他咧，等咗個 pickup 喺度啦。即係話電吉他嘅出現啦。就喺30年代嘅，咁令到咧吉他手咧再唔喺後面咧招呼招呼，所有 blues player 再唔使咧聽唔聽到啊？唔使啦，只會有人叫個吉他佬扭細聲啲，個好叫大聲。咁原來吉他大聲咧，1930年開始咧就已經醖釀到而家咧，就話好嘈啊！刪咗支吉他，傻啦！你望下個鼓咪仲嘈，吉他嘈傻咧真係。好啦，嗱，首先我利用一個 C shuffle。嗱，今次只要你 keep some shuffle time， 你 add 乜嘢 chord 都得嘅。我哋試一次啦，我清咗個 looper 先。OK， 個 looper 應該係清咗嘅而家。OK， 嗱 ，one two 呢啲係 shuffle， 好啦，係錄唔到，再一次 one two three。今次是完全是真的失敗了，是個 loop 完全沒有反應 sorry， 那就唯有再一次的 C7， 再一次的 shuffle， 1 2 3。第一個 exercise 咧，係咪一個30年代嘅句子咧？我相信當時咧最出名嘅吉他叫 Charlie Christian 咧，啊應該係唔止咁簡單嘅。不過俾你聽下一個樣嘢，就係 Mixolydian， 其實真係有呢個聲啦。好，我好慢咁彈一次。慢慢解釋，我哋喺第三線第七格開始 band 第一粒音，而手指尾咧當然去咗 C 嘅 root。嗱，留意咧呢、這個 band 線咧，你唔好盲目咁練呢句嘢。呢、這個 band 線其實咧，佢係彈緊 C7 個階痛，所以睇真啲。而呢個階鐘咧，佢第二粒佢唔 band 嘅，佢轉換咗去第二線，咁即係話，你睇下個 C7， 原來呢句嘢 pedal point 咗階鐘 ，root pedal point flat sharp， Mixolydian。呢個聲，所以再一次跟翻 notes， 追復。換個一個層面，你睇下，
我喺 C chord 第八格呢個八個。只不過咧就係、是、你究竟喺個 chord shape 度睇咧，因為個 pattern 度睇噶啦，咁所以咧嗱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嗱呢一堂咧，我哋講咗兩樣嘢 ，mixo 本身個 blues 嘅 quality 啊，咁你話喂係咪嘅嗱？比方我鋪條片上嚟咧，我喺條片啦個尾度咧做多一樣嘢。當然我希望你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shuffle 節奏，去連埋所有 chord A blues， 嗱，用一個借 A blues， one two three， 你睇到咧就係話佢有三個 dominant seven， 嗱我並冇搞搞震，所以我停一。係打翻你 notes 嗰句 ，OK。兩樣好緊要嘅嘢 ，Mixolydian 嘅 chord progression 嘅 extension，Mixolydian。在1930年開始，其實是跟 blues 是 combine 了一起用。這是一個很複雜很複雜的課程，我們暫時未講到，所以你看到 Mixolydian 本身是真的有一個 blues 的 quality， 但是如果在12個包的 blues 裡面千萬不要用一個 key Mixo， 因為 Mixo 現在已經是對付所有 dominant 7， 每次轉 chord 的時候你應該轉，但是每次有 dominant seven 的時候咧，你亦都咧多咗一啲選擇喺個 chord wise， 令到咧你可以更加去美化一個 dominant seven。但是你冇 outer 佢，佢 inside 嗰個仲嚟，仲係 inside。OK， 好啦，新年快樂，俾啲心機練，拜拜。啊，一陣間見，好快。